2002年10月19号，你曾对我说，此刻我们在一起就是最重要的。当时我不理解你的意思。 Lillian， 搞错啊！我里面一堆事情没做完，你这边给我干嘛？赶快给我进来！莫名其妙，不是请你来当道上的。没呀、啊？哎，方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哎呀，哎，王先生最近怎么样啊？他好不好啊？帮我跟他问个好吧。有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这小生意怎么做得下去呀、啊？你先把花送过去吗？方小姐，你要的话当然没问题呀、啊。给你送到哪去啊？送到你的 club 吗？没有，送到我家。哦，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我马上帮你送啊。你还站着干嘛？赶快进去了，快点呐！看看看，天到晚偷懒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这是我婆婆最喜欢的花，多少钱？这是老板娘送的。有空到我们的 club 来，我想要找人做插花。好。
可以放開手喎。哎、欸、哇，好正啊！呢啲有點生咗啦，我有點生咗。有點細多人，多人生幾多人？萬户啊！有點生咗啦，我有點。Lillian. ,2002年10月19号，你曾对我说，此刻我们在一起就是最重要的。
当时我不理解你的意思，现在依然不能。但仔细想想，理解与否，或许根本就不重要。